时间过得真紧，过去咱陈志文、咱柯文哲做了好无？好，非常的认真，做了非常的好，所以呢，伊争取真侪建设来咱台客。咱下面咱来请咱的志文啊、意义啊来甲咱报告。咱小想一下，八年前的情，的台客甲咱现在台客是不是差别有非常非常的大？八年前的情，咱就像了有中选过一届议员，但是伊敢做几个月啊尔。第四呢，咱河东这边咱拢无议员，咱其他的议员所请到的经费哦，拢建设伫咱的家庭那边。第四呢，咱的鸡啊，咱的河东，咱的河阴这边啊，的经济吼，迟迟都没有进步。但是这八年来底，咱的地文中选到咱的市议员了后，伊争取的经费。争取真济活动来咱台客甲后面来举行，唔止照顾着咱的河东，嘛来照顾着咱的河西，你敢是无？有。但是呢，即摆台客哦，议员只剩两成尔，有人在讲啊，哦，拄只市长有讲，讲这个有保障名额，哦，这咱莫去用骗去，这是在甲咱骗的，哦，这是在甲咱骗的，因为拢看咱的票，大家拢提真高。咱地文嘛是爱费尽他的心思，嘛是爱甲其他的四个查甫的来拼，四个候选人拼，伊才有法度摕到高票，才有法度来当选到咱的市议员安尼吼。所以我们不要受骗了，不要受骗了哦。咱的议员，咱是一个人当选的，有两个真有丰富经验的议员哦，丰富经验的议员来甲咱服务安尼。咱是毋是伫十一月二四吼，咱来投下咱最新鲜一票，予伊搁再度来甲咱做服务，安尼好无？好，爱分票无？唔好啦，啥物分票？无啦，人话讲爱分票，爱分阿面。唔通啦，分落死翘翘，来讲好无？好，即摆吼时间已经delay掉啊吼，因为拄啊市场来，那我们现在那个欢迎我们的那个市议员候选人陈志文哈，来给咱致辞。那在这进行咱过来嗨一下，安尼好不好哈？来，丹迪文当选，丹迪文当选，丹迪文当选，邱贤乐加油，邱贤乐加油，邱贤乐加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那个这一次担任我们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，我们陈慧珠陈主委哈，那也非常谢谢我们后面的这我们的主要干部哈，非常感谢你们，那也非常谢谢我们大溪复兴的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我相信哈，当大市长讲过，市政要推动哈，府会要齐心齐力啦。所以伫遮呢，伫文嘛，毋忙各位乡亲是个继续予伫文支持，继续予伫文温暖，大家好不好？好。我袂讲唯一啦，吼，我真的不会说唯一，因为真的我也是希望大家吼能够继续给志文支持跟努力，因为很多的建设都是有延续的，很多的福利也需要共同来去做争取。那在这边呢，志文也再一次的利用这个机会。除了谢谢在场的各位乡亲哦，拨空前往来给志文鼓励跟加油之外，在另外呢也唔忙吼，在场各位乡亲时代，那是回去吼，麻烦甲厝边隔壁吼讲一下，地步呢不是唯一的妇女保障，我们没有所谓的妇女保障名额吼，没有所谓的妇女保障名额。虽然呢，这一次五个人参选当中，志文是唯一的女性候选人。但是呢，志文跟其他的候选人一样，嘛是赶快按努力，赶快嘛是爱拍拼，来讲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底下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有备有点心哈，来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感谢大家哈，咱嗨一下哈，嗨一下，来，大家都站起来，来，邓丽文，当选，邓丽文，当选，邓丽文，当选。感谢大家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有准备着一个点心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慢慢啊排外去，量真济，吼、哦、啊那招人，吼、哦、要缀大家缀吼。哦
啊，今仔要真感谢吼，咱的厝边头尾吼，啊，歹势吼，老板才做到吼，大家才歹势一下，才抱歉一下吼。啊，要真感谢咱的警察单位吼，啊，恁的辛苦吼，感谢大家，谢谢李晨。祝大家啊，身体健康啊，事事如意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单地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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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单地